今天的彩票中了6000万人民币，服吗？哼，太可笑了！经过大家的努力，我们基本上已经克服了岛上第一大的难关——生存。哎，你耍猴了吧你？ 中6000万不夸张，大半个时间在你知道中6000万了，这不说好了要走的吗？你怎么不上天呢？你？当你去虚的游戏，把我带上呗，船长。<笑>你就是一个 loser， 把彩票当理想，借钱当事业，吹牛当表达，你撒泡尿擦一下自己，开心就自己是什么样子？ 这是彩票啊！这两天爷把咱奖给兑了，我还不信我搬不回这局。只要是这个岛上再也生不出来的人，全是宝。回头地铁是老子自己一步一步拼出来的，你为什么就这么？我完了！